你在祈求什么嘞？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桃园机场的图书室，是可以完全免费坐在这边休息，超漂亮的哇！另外一边也是。就会看到哇，满满的全部都是你可以拿的观光纸，超级不方便。JTB Global Counter， 你在这边就可以买了。这个就是今天的一日的悠游卡，刮掉那个漆，我们今天就一直可以用了。他说下载东西就可以送我们小礼物，是什么小礼物嘞？OK， 不能过桥。OK， 不能过桥。OK， 快点起来啊！好好吃哦，这个是超好吃，巧克力，白咖啡啊！哎，你控制一下。在这边 DJ 起来。30分钟内要回来，结果我们对自己太有把握了。没想到天鹅船的速度那么慢，最后10分钟去尽全力的骑脚踏车，你们想一下那个感觉。老爱与公园，一开始还说不要再单眼，结果嘞上瘾了。哎，小心后面。我们现在在福冈城的天守台基，看过去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暖木，是一间蛮有名的拉面店，在中州商端那边。川端还讲错，我点的是有点类似辛拉面，花一点的是玉米拉面，好吃吗？好吃是不是？他们这边的话，对日本拉面店会有这种可以让客人挂椅子，然后这边是用这种机台点餐。你要吃拉面啊？这个地方好便宜，真的。现在在中州商店街，对吧？中州商店街，商店街叫做川端商店哦，这叫川端商店街哦，是。请问这里是什么饭店 ？AXIS。这一个晚上都要多少钱？哦，不要说礼拜六的话，好像才1000出吧。哦，这边是衣橱吗？现在有点乱。哇、哦，你看，他还付很多衣架，是他自己付的。对啊，很大的衣橱，然后里面是鞋放鞋子的。然后哇，你看玄关那么大，好，然后呢？来，哦，厕所是完全独立分开的，很干净哎，很干净。然后呢？这一间，这个应该是浴室吧？啊，洗手台。都有我的天哪，你看这样子浴缸哦，分离的，这样子就不会怕弄湿了。天哪，然
后呢？然后呢？来来，这里，日本最重要是冰箱，买酒啊，买饮料啊，冰冰冰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们就是几？这个晚今天晚上有几个人住？住两个，这可以住四个人吧？嗯，这桌子，这桌子，看这个墙壁，这个灯，这个非常新。哎，阳台还有阳台，可以看阳台，新哦。电视好大，居然还有一个阳台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因为我们在11楼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夜景，真的太夸张了，赞啊！看你们看看这个房间。如此的大，不是因为我的广角大，就是这个房间就是那么的夸张。谁找的？你是找房小达人对不对？对。拜拜。Yes。成功。Yeah. 五天。啊，完了，我要打喷嚏。嘿。嘿嘿嘿嘿。耶。嘿嘿。